张小昂吧。预约的挂了他一秒，张小昂，咱们预约的不是9点吗？现在都11:10了，距离我下班呢还有20分钟。你这就加着点来的呀？有事情所以来晚了。我不怪你，你这人嘛，不就没时间观念吗？没事的。好了，也不废话了，我先给你做消毒。现在呢，就要开始给你扎了。不管多痛呢，你都要忍着别痛，好吧？轻轻的往里推。哎，姐，怎么啦？吃饭是吗？稍等一下啊，等打完疫苗呢，咱们俩再一起去吃，好吧？2分钟。剩下的钱呢，你就赶紧去交费，行吗？